奶奶！哎呦天哪，这个老太太也太阔气了。哎呦，真没想到我们还能拥有这样的房子哎。找我有什么事吗？那个，你上次不是说我喝的水容易把饮水机堵住吗？再给我送点水。没问题，马上安排。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的话，那我先走了。送女孩的话，加油。嗯，杵着干嘛呢？你说你这一天天的，向日葵向日葵白送，养老院养老院白去，奶奶不接心眼里的茬，哎，承欢不搭理你，啥也不是。总部要拓展二期公寓，需要增加主管团队，你是候选之一。不是你推荐的我吧？等一下，姚志明，我怎么觉得怪怪的呢？虽然奶奶说让你照顾我，但是你对我又出钱又出力的，不会图我们家什么吧？你是不是电视剧看多了？也是啊，我们家家徒四壁的，你好像也图不了什么。这收益可真不错啊。我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。不过我年纪大了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的，钱对我来说意义不大。奶奶，那个波提切里的张总说的是真的吗？是。要是奶奶有意见，不愿意呢？如果这一切要拿您的健康来换，那我就放弃。奶奶好像闻到了一股味道，以前从来没有的。什么味？人情味。你去问问你的腿怎么样。你干嘛不问？就问就问。欢欢啊。你妈让我问你脚怎么了。脚没事，就是崴了一下。崴了？嗯。现在家都不像家的样子了。养了30年的女儿要跟我断绝关系，家都没了，日子都没法过了，还有谁在乎房子不房子，凑合凑合能住就得了。奶奶这么有钱吗？不知道啊。爸爸，1100弄没错，9号应该在里边。哎呦天哪，这个老太太也太阔气了。哎呦，真没想到我们还能拥有这样的房子哎。